现在由我来介绍一下这个怎样摆饲养，怎么去测试。因为现在我没有金钱，我们拿桌子作为饲养来测试一下。首先，我们通过调整这个滑板是一通道、二通道、三通道、四通道，标准会有要求，每个通道我们测试一个黑板，他们这里到这里的线，这个黑板。达到600，我们这个总长是就是可以保证每个达到600，这个满足要求。然后达到这个要求，我们测量通道它们之间的间距大于600mm。然后这个我们是通过这个手动的一个开关，我们来调节它的一个上升下降的一个高度。所以我们建议客户测试的时候一定要拿这个比较软，就是有高回弹的东西，然后绑在饲养上，就比如这种泡沫就可以。我们绑好了之后，就是我们现在就因为条件是这样的，没办法到饲养，所以我们拿这个泡沫垫，然后三层的样子去做一个纤维块，我们调到位之后，我们把纤维块，调到位了，然后我们把纤维块拧紧。其实最先的时候，纤维块可以放在下面，调到位之后做一个保护作用，这样是达到一个安全的效果。因为速度